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瑶。这礼拜神魔养生周啦，有工会任务记得打。我们来稍微聊一下神魔以外的东西。昨天我在我的脸书发了一张这样的图，自己的梗图自己提供嘛。先讲一下这张图的由来好了。起初我是只打算发在 IG， 因为我 IG 更新率真的超低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这两天连续发了三篇文，想说让 IG 再热闹一下。这是有一天半夜我跟小可贝在客厅聊天的时候，我突然抬头看向天花板，我就跟他说你信不信我摸得到？结果我就像猴子一样爬上沙发，对我就真的摸到，我就叫他帮我拍照做纪念。他刚好就拍。到一张我的表情很好笑，看了之后我就无伤大雅，想说发出来给大家笑一笑。隔天就觉得这张图越看越有趣，想说脸书也来发一下好了，给大家一些乐子。大家生活真的都很辛苦嘛，多一点欢笑也好。结果我没想到观众真的个个都是人才啊 ，P 了好多张图出来。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把这张梗图变成怎么样了。这也是我第一次把观众浪费才华系列做成影片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留言让我知道。哦，这个是火影忍者耗时一分钟，讲真的，一分钟可以 P 成这样很厉害嘞，拉伸刚。老子直接在你留言区顶天立地，不知道为什么顶天立地听起来超奇怪的，感觉一整个直接往18家的地方歪过去了。糟了，我觉得以后这张图一定会很常出现在神魔的留言区里面。哇操，这张图我喜欢这个观众他是棒球迷啦，通常比较常在棒球台出现。这张原图应该是陈文杰接杀右外野的全垒打球吧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。不错不错，可以留下来做纪念。不过我说那个脚是怎么回事啊？当你听到妈妈正在叫你，于是赶快装忙。我觉得这个也适合用在职场上老板叫你的时候。赶快装忙就对啦！嚯，大家一定都用过这一招，对不对？那个谁过来一下哦！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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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正在忙正在忙。然后其实只是在那边东摸摸西摸摸而已。马哥，这个太屌了吧！直接变成电影海报宣传图猴子排球对战星爆，哇，看起来不错啊！我是领衔主演哒啦哒啦哒哒哒哒。我找到我的副业了，以后抬棺我就是最前面的那一个，谁都不准跟我抢，老子直接在你留言区变成射之巨人。这样战术超多的应该是跟巨人粉引起共鸣了。你妈才射之巨人，我干，我变好大一只，快要撑不住了，再帮我撑十秒啊干。不对，是哪一个我要撑十秒啊？两个都是我啊。星爆梗真的太好玩了，这已经是第二张星爆图了，送你去海景第一排啦。哇干，这张我根本是八加九里面装的是什么人的尸体吗？哇靠，最后这一张会不会害我整部被黄标啊？这个是官方最新贴出来的战损版的乌瑞亚。哇，那个手的位置会不会太刚好啊？我觉得真的有几率会被黄标糟糕了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一些观众浪费才华系列的梗图，让大家稍微笑一下。大家对于这些梗图有什么想法都欢迎下方留言，或者是你有想要提供什么其他梗图也都欢迎到这一篇文底下去留言。那就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